所以啊，昨天其实我们讲那个比较重要的事情，说我们如果有相关辛苦的，我们邀请。有让你们你的敏感冲突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他其实你可以简单来说，他大致上我给他的所谓的 rule system 所决定 ，OK。然后当你有一个 rule system， 就是自己就可以谈什么叫 simple rule，OK。这样你们也可以定义很多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所谓的 dimensions。利用 Kanami 的课程可以给你什么就进行 diagram。 所以如果当你谈那个fundamental layout 的时候，其实你只需要就是其中这个所谓 Kanami 或者说你就给我一个 diagram，我准备其实带入大部分的 information。 那这边我其实我应该再多讲一点点，就是说你有个 rule system 的时候，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某个 hidden space 上面的 subset， 对吗？ OK。 所以我们其实有两个观念，我还没有谈到，像比如说这个观念就是 root vectors。 这个 root vectors 观念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说你把这所有的 linear component， 所以这个所谓 C span 这个 5。Okay，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这个 root vectors Q 是什么？就是所有这些 summation alpha i， right， n i， 然后这个 n i 啦，是 integer， 然后就是 alpha i 啦，是它的不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 root vectors， 那记住这个，因为这是 integer， 所以你并不会看到所有的，你只有在这个空间上它有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东西。OK， 所以为什么 vectors 原因是这个很多的几点的意思。OK。那另外一个，你要是常规通道，就通用这个叫 way vectors。这个跟 rule vector 非常像的，就是说它是所以这个嘛，我用 qi 啊 ，OK。然后现在这个 q 啦，是 this rational number。所以如果你用 tensor plot 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它是这个等于 q tensor 这个。Q, OK， 这个其实算很不错啊。我没时间应该去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这里其实只谈到就是说这个所谓像 layout 这个 structure， OK， 其实我还没有讲到什么关于这个 implementation 的、这个、部分， OK。 那大致上来说，如果你谈这个所谓 finite 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这个 semi-simple layout 的，它大致上来说了，它 corresponding 是什么了？它 corresponding 就是说，所以我们说一个这个 lattice 就是 Q star， OK， 这个 lattice 什么呢？就是所有的U 呢，在这个 P 里面是的呢，就是这个事情是对的，就是 U V 呢是一个 integer， O V 的 Q， OK。 这个其实详细不多说，但是你可以说明个事情，就是说当你谈 representation 的时候，其实你还不是太需要知道其他 information， 你唯一上需要知道其实还是这个 root system。如果 finite dimension， 其实它会 correspond to 这个 lattice 里面这些点。OK， 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你谈 finite dimension 的 algebra 的时候，或者谈它 representation， finite dimension representation 的时候，其实你需要 information， 完完全全在 root system 里面可以看得到的。OK， 或者说如果你用 root system 这里是当然 dimension 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或者说定义代表就可以看得到所有这些 information。 那所以从这句话里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所以我们 classify 所有 finite dimensional algebra， 如果那个 algebra 不 finite dimensional， 它是 infinite dimensional 的时候，我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发生，对吗？ OK， 那所以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这个 Kadan matrix 是什么样子一个东西。 OK， 那所以如果记得起的话 ，Kadan matrix 啦，昨天讲到就是说 ，Kadan matrix 其实它的 coefficient 是这个 n alpha i alpha j， right？ 所以如果是它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set number。它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set number，right？ 因为拿上去说它是 integer， 而事实上呢，这个 number 一定是如果这个
alpha 1 alpha n 是 simple weight 的时候啊，哎，这个 number 等于是小我等于很大。嗯，所以这种事实上 parameter 就是说你 diagonal 全部都是2 OK， 好了，这边这是 number， 这边的是我觉得 aij 好了 OK， 所以这是 number， 这是 aij 啦，一定是小我等于零 OK。另外的事情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个等于零的话是 alpha j i 是零的，有到 orthogonal， 所以另外的事情就是说 a i j 等于零啦 ，a j i 啦，等于零 ，OK。所以事实上大致上我们有个条件都在这里 ，OK。所以开了个 parametric， 意思说物理上定义一个好的系统，大致上这些都够了 ，OK。那事实上我们在 finite dimensional 是还有个条件，我这边没有说的。就是说，这是 alpha i 在哪里？这是 alpha i 是 r n 里面 ，OK。所以意思说，其实我们 assume 那个 form 是 positive definite 的 ，OK。意思说 alpha i 一定大过零的。所以实际上，如果是 finite dimensional case 呢，其实呢，我们这个 matrix 卡单 matrix 呢，一定是所谓的 positive definite 的 matrix。意思是说，你随便 take 个 sub matrix square sub matrix， 或者这个 minor， 它的 determinant 都有大个零的。Okay， 你随便 take 个 minor， 它的 determinant 都有大个零的。Okay， 这个我们做个 positive definite。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看一看说，如果有 generalize， 最简单不要的条件是哪个？就是最后这个，你不要虚的。你不要用这个条件 ，OK？ 所以通常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catamation 我们叫 generalized catamation，OK？、Okay？ 然后之前讲到的说，给你一个 catamation， 其实你有办法可以 reconstruct 一个 the algebra 回来 ，some simple algebra 回来 ，OK？ 所以我随现在我的 matrix 不一样 ，OK？ 但是我的方法会开始可以做的，就是说会做 reconstruct 这个 the algebra 回来 ，OK？ 那这种情况之下，这种 the algebra 我们听见没？看目的的要求 ，OK， 当然就是说看跟目的都是两个不同的 ，OK， 他们大致上也是差不多，刚才高老师讲的时间都是1966几年、1968、1969，他们也是带着这个时间想了这个问题 ，OK， 那当然就是说要扮演这个情况来说，如果你这样子随便定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见得是好的 ，OK， 要不见得有用 ，OK， 还有就是说。有没有些 example 你很容易就可以 construct 的？这个扮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OK， 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这样的。那但是，当然从这个理论来看，就是说，你只有这样 assume， 刚才我所说的几乎所有关于那个 Lie finite dimensional simple Lie algebra 的东西，大致上可以整套理论搬过去。Okay？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搬过去，例如说 representation 不可能就是 finite dimensional， 因为代数本身也不 finite dimensional。但是很多理论可以直接搬过去 ，OK， 来，所以其中一个比较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说一个 unfinite Lie algebra，OK，、okay？ 所以啊，我简单讲一下这个 unfinite Lie algebra 怎么定义 ，OK， 然后我会讲到一些关于这个 unfinite Lie algebra 带出来其他的一些 algebra， 例如说我会讲到什么 Heisenberg algebra， 时间够的话 ，OK， 那到底谈 Heisenberg algebra 为什么跟 Heisenberg， 因为它跟 Heisenberg principle 有关。所以这些都是物理的 ，OK。然后再接下来呢，从 Heisenberg algebra 出发，你可以 construct 一个 representation space。这个 representation space physics 叫做 free bosonic space。OK， 这个其实是这个 representation Lie algebra。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其实刚开始跟 physics 都是一起的。这个理论刚开始的时候是数学跟物理刚开始独立发展，都中间的时候一起把它。会出来，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听起来都是物理的名字 ，OK。然后接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讲一下什么就是 Weather Separate Algebra。OK， 那也这样都介绍一下这个名字了，就不能讲太详细。但是 Weather Separate Algebra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Chiral Algebra， 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猜到这个东西跟所谓 Chirality 有关系的。OK， 另外就是说很多用到的方法其实都是从 String Theory 来的。但我自己 string theory 也不是很熟，但是很多方法其实原来是从 string theory 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 OK。那对，接下来我如果还可以的话，我会讲一个事情说，我们就是说 ，semi-simple algebra 那个 symmetry， 你可以这样子说，它是个 Lie group， 所以它是个 continuous group。OK， 那当然碰到 infinite dimension Lie algebra 要 find Lie algebra。OK， 然后我可以看出很多不同的 representation space， 它的 symmetry 是什么？答案就是说，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个 symmetry 是个 finite group。不单是个 finite group， 它是非常 special type of finite group。Okay， 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讲到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在里面。OK， 好 ，Anyway， 我先定义什么叫 finite algebra， 然后做一些 example。OK， 哎 ，OK， 对 ，finite algebra 怎么样？你说我先 start with 这个 G， 那是个 Lie algebra。OK，assume 它是 finite dimension 的。然后我 assume 呢，它上有个做一个 invariant bilinear form。啊，当然我这边就是 assume 这个 form 是 symmetric。啊，什么 invariant？ 我上次有讲过，就说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 x y z 了，为单位 x y z 这样，所以这样的 form 叫 invariant。如果你觉得太抽象也没关系，因为其实你可以 assume G 是一个 simple Lie algebra， 这个 form 是什么 Q-ring form。OK， 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麻烦的话，你可以 assume 说 G 是一个 abelian Lie algebra。什么叫 abelian Lie algebra？ 就是随便一个 vector space。然后这个 form 是什么？如果这样还太麻烦的话，就是 assume 它是 Rn 或者 Cn， 这个 form 就是我们原来的 inner product。OK， 可以吗？然后呢，这个 C T T inverse 呢，就是所有这些 polynomial， 啊，我们应该说叫做 Laurent polynomial。简单就是这种叫 dimension A n T 等于 n， OK。那但是这个 n 是 integer， 然后这边我必须 assume 就是说 A n 呢。等于零 ，except for finite many n。所以简单来说，这个不是 infinite sum， 它是 finite sum， 只有有限多个 a n 不能的。OK。所以啊，我就考虑了这个 space 是，我定义这个 G。等于这个就是这个 Lie algebra tensor with 这个 T inverse， OK。然后加上一个 symbols， OK。我这个我怎么写好了？加上一个 symbol C， OK。这个 C 你可以简单的想就说它就是一个 vector space， OK。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vector space， 我这样去定义的话 ，OK。我必须要定义一个 Lie bracket 给它。那记住我说这个 G 上面的东西是怎么样 ？G 上面的东西大致上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一个 element， 还有就是说，当然就是这个 C， 然后 G 了是 G 的 element， right？ 然后呢 ，C 了就是这个 C 了 ，OK。我用 G 好像不太好，但是我用那个用 X 好了 ，OK。所以我必须有定义这个 Lie bracket，OK、okay?。所以我定义这个 Lie bracket 是这样定义的 x tensor t to the n y tensor t to the 没有关系 OK， 你等于这个就是 x y tensor t to the m 加 n right， 然后减就是加 n， 然后这边是 x y 的 in the product OK， 然后这边是 delta n 加 mZero C OK， 这样可以吗？因为这个 element 是在这个 space 上面没问题嘛 ，OK。然后这个是我刚开始的 binary form， 这个 n 就是这个 index，OK，、okay, 这个 power，OK、okay?。然后最后这个 function 是什么意思？这个 function 就是说，它会等于一，如果 m 加 n 等于零，零如果 m 加 n。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如果
M 不是负 N 的话，你后面那个特会看得到。OK， 但我还有就是说，我 assume 说 C 是 center， 所以这个事情是等于零。OK， 对，所以简单说，这个这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C 呢是在 center of 这个 G hat 里面的。OK。通常在数学来说，这种我扎这个 C 上去的时候，通常就 central extension， 我没时间再谈详细怎么做。简单来说，原来我没有这个的 ，OK， 我硬扎一个 center 给他，我应该怎么定义这些东西？可以，所以你发现说你必须要有个某个 coefficient 在后面，这个通常就 two cosine， 不多说 ，OK。Anyway， 你不知道就 assume 这个定义是这个样子就好了 ，OK， OK， 对。当然我这样说的话。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A 的 exercise 就是说，这个 G hat 啦，也是 the algebra。那当然你证明两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有 anti-symmetric， 第二就说你证明这个 Jacob identity。OK， anti-symmetric 比较容易，因为如果你眼睛看到我把 x 跟 y 调过来的话，这个 x y 调过来，所以这个变负的，因为原来这个是负的。OK。然后这边如果 x y 调过来的话，这个是 symmetric， 所以这个没事发生 ，OK。这个呢，如果零的话呢，代表说 m 等于负 n， 所以这个变成负的 ，OK。对吗？这个不太困难 ，OK。就方便起见，我还是要定义多个东西的时候，我定义这个所谓的 degree operation， 所以我定义这个 degree operation。所以我用这个 b 来代表好了，这个那就是 t 乘以 ddt。OK， 那记住就是说，我现在说 element 都是这个样子的嘛。OK， 所以这个 b 乘过来之后啊，你很容易看出来这个是等于什么？这个是等于 n 乘以 x， 看这个 n， 这样可以吗？哈 ，OK。所以我找到 degree of rate， 简单说，你把这个 polynomial 的 degree 找出来 ，OK。所以从这里的话，朋友发现说这个 vector space 是 greater， 它有个 degree 在上面的 ，OK。来，所以一般来说，这样的话，其实我可以把它 extend 多一点，就是说这个 g hat 呢，我把它变成 g cube， 就是这个 g hat 加上这个 degree operator。OK。那当然，这里我需要定义什么这个 limit， 因为原来是有的，但第一个部分怎么办呢？第一个部分就这样子了，就是 b x 这个 x t 啊，对不起 ，OK， t 啊，我把这个小 b 好了，我这边写小 b 的，不写大 b， OK， 这个小 b 好 ，OK， 所以 b of 这个 OK， 会等于 b of 这个 x answer t 的 n。这个也不太困难，你很容易就可以把它看知道这个事实也是个 Lie algebra。当然，我们道理说 B of C 啦，就等于零 ，OK？ 因为我们永远 assume C 是在这个 center 里面 ，OK？ 你很容易看发现说这个是一个Lie algebra ，OK？ 因为我没时间做这个事情，不过一个很不难的。比如说，如果我刚开始 assume 这个 g 啊是一个 simple Lie algebra， 然后这个 form 呢，我就用这个 Turing form。那事实上，不简单 Turing form， 你随便一个 Turing form 的 multiple 都可以的。OK， 这样的话呢，这个 g tilde 呢？所以我刚才定义的 Campbell 的 Lie algebra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定义的非常好，但是大致上意思是什么？你可以找到个 Cartan-sub algebra， 然后呢，你可以利用这 Cartan-sub algebra 把它 decomposing 为一个 root space decomposition。OK，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当然你会定义一个 Cartan matrix。OK， 那 Cartan matrix 满足我刚才写出来的东西，这个需要的时间，所以我今天只是那个小时的话，我就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不过跟你说，即使
没随便乱定义的东西，其实有个非常 concrete example 在这里，这个是蛮足的。OK， 那在这个为什么讲这个 example， 其另外原因就是说这个 example 在物理里面有出现。OK， 这个东西通常就 centric central loop algebra， 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说一个 loop group 有关。当你谈 loop 的时候，这个 algebra 自然就会跑出来。但当时就 loop group 不会想什么 campus 的 algebra， 后来慢慢越来越发现是讲的都是同一回事。那事实上，在 campus 的 algebra 的理论里面，比较好的一个 class 就是这个所谓 affine algebra 这个 class。有些其他 campus 的 algebra， 但是并不见得是有太好的 theory， 但是这个 affine algebra 的 theory 是非常完整的。哎，对，这是其中一个。那我想做另外一个 example， 就是更简单一点的，就是说，现在我做一个 example， 就简单一点，更简单一点说，你 assume 这个 G 啦，等于某个 H， 它是一个 abelian algebra。还解释什么叫 abelian？ abelian 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是伟大。for x y， OK。所以，我当然有个 form， OK。所以这个你就随便一个 any invariant binomial form， any symmetric form， OK。一个随便一个 symmetric form， 我要方便起见，我 assume 它嘛 degenerate， OK。其实没有这个必要的， OK。但是你 assume 它 non degenerate， 不过 degenerate 的话就不好玩，没有那么好玩了， OK。assume 它 non degenerate， OK。那因为那个 leaf bracket 永远都是零的，所以这个 form automatic 就会是 invariant。你想想嘛，这个条件嘛。对吗？既然这个都零了，这个零的话，你不用 check 它一定三等的，嗯，对吗 ？OK， 来，如果这个情况之下会怎么样？我刚才写出来的是，所以刚才我就定义这个 H Q 的，我等于这个 R 就是 H。Answer CT T minus N right T minus 1加上我有个 center， 然后呢我还有个 degree operator。 这边这个 commutator 其实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会变成什么，我应该我把它擦掉了，没啊，就这里，还在这里啊，擦掉了 ，OK， 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原来是这个样子嘛，哎，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commutator，OK、okay。那但是你想清楚看一下，就是说，我这个 algebra 是什么 ？abelian， 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远的，所以没有。OK， 嗯 ，OK， 这样可以吗 ？OK， 是吧？所以是那个 H tutor 最主要的 computation relation 是这个样子。OK， 那另外一个事情你还可以考虑的事情，就是说，如果 M 跟 N 都是零的时候，这些东西是零。对吗？因为这个 M 是零的，对吗？所以就这个情况下，其实啊，这是 X tensor T0， 所以我说我把它写成为 H tensor T0， 这个其实是一个，它其实会在这个 center 里面的。那通常这样子不太 center 太大的不好玩嘛。那当然，这个 C 我想要的，它是一个 center， 但是这个 C 我是想要的 ，OK？ 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大作用，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H
pat 十 C 这样 ，OK， 这个啦。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做就是说，我们 take 这个 derive of algebra。做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我不想要这个部分 ，OK。那剩下来会等于什么？剩下来你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是 direct sum of 所谓的 h tends t to the n，OK、okay?。但是这边呢 ，n 是不等于零的 ，OK， 加上。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得到一个很容易证明的事情，说这个 h hat z 呢，的 center 是什么呢？当然很容易看出来，它是指的就是这个部分 ，OK。啊，另外一个事情很容易看的就是说，如果再看它 derived of algebra 再看一遍的话，这个东西会是什么？我要是从第一个。条件看就是说，如果你两个东西乘起来的话，只剩下那个 c 在上面 ，OK， 所以那个 derived of algebra 就是也是这个 ，OK， 对吗？所以通常啊，我这个 definition 就是说 ，the algebra is called Heisenberg algebra。如果这个事情啊，我就做。Center of G， 等于这个 G，G，OK，、okay? and dimension center， 等于一个数 ，OK。所以在这个 case 说，其实我结论就是说，其实这个，其实它是个 algebra。当然，为什么跟 Heisenberg algebra 这个是？当然跟那个 quantum mechanics 跟 Heisenberg principle 有关。就是说，如果你有momentum 跟某个 energy operator， 你会 take bracket 的时候，它会跑出一个常数给你，对吗？啊，所以这个是同一回事。这个是 quantum mechanics 里面的，所以这个 Heisenberg algebra 唯一差别是什么？这个是 infinite dimensional 的，它有无限多个 ，OK， 它是无限的 ，OK。好了，来，有这个之后，我们就想做一些。找一下那个所谓的representation， OK， 我就说所谓的 modules。所以接下来我们想找一下所谓 modules。我没有时间说，但是我给你一个 natural prefix， 其实你可以不见得是 TT inverse， 你其实可以用二分之一来做这个事情。Okay? 那个带入类似的事情，所以通常这个 z 的意思它说一个 untwisted type。Okay? 如果你用二分之一或者负二分之一来做的话，它叫 twisted， 它排列 algebra， 所以有另外一个套理论。但是好处的说，它们其实是 isomorphic 的。Okay? Anyway。我们想谈一下这个 module， OK？ 那通常我们现在说谈个 module， 我们都希望是做一个 highest weight module， 所以第一个事情说这个其实有个 nice gradient，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看成为整个部分、零的部分，还有就是说负的部分， OK？ 所以在你这边这个正负很容易去理解，就是说它是 direct sum of 这个 h。n 是 t 的 n， right？ n 是在怎么说呢？ n 是在这个z plus minus 上面， OK？ 所以 c plus 呢，就是所有的 n 大个零啊 ，n 的 integer， 然后 n 大个零， OK？ 所以 z minus 就是所以。